万岁是不是有什么重要事情呢？先生，是我的夫人失踪啊！失踪？已经失踪两天啊，至今音信全无啊！那呢，万岁是不是已经有派人去找？派人四处走找，不过完全拢无伊的下落啊！我这个人是愈老愈糊涂了。先生，为何独率出言呢？这个主意啊，早就已经有人替万岁你出好了。是什么人替我出主意？就是迄个老皮温先生啊，在我入营之时呢，伊叫我带四粒金银要送给万岁你。老皮温先生，带什么金银要给我？静好佳音啊！静好佳音，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我也不知啊。不过楚人心存之国，妙不可言。我相信伊言下之意，会当使万岁你逢凶化吉。哦，敢真正有这么神奇呀？确实如此。要若安尼是讲，我的夫人失踪，伊是叫我免为着此事担心是？既然老皮温先生有这四字真言，我相信夫人一定无什么代志。不可能，无见到玉凤一面，我也是袂当放心嘛。万岁，你也相信老皮温先生会一直静候佳音吗？哎呀，无见到玉凤，我是无法度人静落来呀。万岁，丁万岁，夫人倒转来啊！哈？你讲什么？夫人倒转来啊！我给你请你来啊！是。哎呀，先生，这如何呢？哎呀，神奇，实在是太神奇了！文生，玉凤，玉凤，你是到底倒位去啦？哎呀，你实在是我把我急死呀！你不是你，别找我忧，令人担忧。你即摆咧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我哪会听拢无啊？互你记住一个人，你都袂记。是啥物人？苗青，哥哥，苗青，这是啥物啊？苗青，哎呀，万青，伊就是你历史夜想的人，苗青。你跟我说你不死，说你一定会倒回来我的身躯边，想不到你真是倒回来了，你真是倒回来了，苗青。大哥，你别这么着急，我没事情，是玉凤姐姐去接我回来的。苗青，大哥，玉凤，哦，玉凤，人呢？走回头。青，姐姐，阿青，紧起来！你安尼是咧创啥？姐姐，你是我这世人所定着上好的姐姐。阿青，你唔通安尼讲。当年我讲过话，着爱遵守。从今以后，你我拢袂用离开原疆啊。好。今后，这就是我的厝，我要甲凤姐、元将爷，恁过一世人。元将为着要创立新店，今后要当着的困难甲危险，唔知道要偌济。凤姐，都是当着艰难的代志，若是会当成功，才当表现元将爷伊的英雄本色啊。禀报万岁，上将军。你有什么代志？夫人，
是在伫个殿前有警戒军情，要向万岁禀报啊！上大哥，万岁佮朱老先生伫个书房议事，好亲像要去拜访甚物人？海龙，伫个这个时阵，万岁是袂能离开的啊！怎么样？有甚物重要代志是？万岁，你看，是在车上的批示，讲过天拢唔听劝解，而且大兵要攻打安庆，现在正是十分的危机啊！万岁，青田你都无法度通去了。这要如何是好啊？大哥，那这些害啊！你去青田要做什么？要请老辟文先生啊！老辟文先生？是啊。大哥，伊是什么人物？值得你如此敬重，都要亲自去请伊。伊呀、啊，阴阳八卦。这样的走是呀、啊，万教只要改机缘了肯好处理无诉求夫人好处出言呐、啊、我会姐姐跟老朋友有熟悉当年我跋龙山开的时阵老先生曾经救过我一命原来夫人跟老先生有这段姻缘呐，这哦叫做比修不过先结的缘呐。嗯，对了，朱老先生，那位英国姑娘今嘛刚过在老先生的身边。伊每年在山中打啦，无忧无愁。千年相处有伴在，伊的心思。想在，不管哪一心，站等待，静静啊，贤良，贤良，请回来，请回来。你，真好。哪来讲？这件代志由夫人你出面去请老辟文先生下山，是非常的适合嘛。既然夫君安尼决定，玉凤是要借夫君两件的宝物啊。你需要什么物件？你做你讲。宝剑一卡，还佫有一名代将。宝剑无问题，你就拿我迄支两钻剑嘛。你若是将军，你是需要什么人佮你动身哦？这件代志都非上将军不可。我，这件代志都非上将军不可。我。夫人，你莫甲讲耍笑啊！若是叫我上牛村冲锋陷阵，我是唔惊死的人。若是叫做细客，我无迄个口才啊。上将军，去青田做细客，都给我来分忧就好啊。只要上将军陪我行一撮，就会用的。是啊，上兄，就落我你保护玉凤去青田，去邀请老辟文先生下山，好不？好，好，好。
媳妇啊，你搁咧卜卦是？平日卜卦是一个做官，今仔日卜卦事关重大。哦，啊，那恁是有啥物大代志啊？这个大代志关系到你，也关系到我，也关系到伊啊。伊，要是倒一个伊。今仔日有人客来访。哦，安尼是毋是爱我去拍啦，来招待贵宾啊？唔免，你袂用即去。这个人毋是只是甲我熟识，甲你也搁较熟识。哇，姐夫，你爱讲耍笑，但我平常时啊，甲人也无交叉吧，免闹有啥物朋友。这是挂上之事呀。啊，那你讲起来，姐夫，你的卦嘛是百分之百灵下咯。你说怀疑姐夫的卦不灵啊？是啊。安怎，姐夫，你是不是不好啊？你若不好，咱今仔日就来休书。看什么人若是输，就去灶卡煮出来红食，而且还爱罚酒三杯，好。这是你家己讲的哦，唔通反悔。内底有人滴的无？安怎？先机妙算，讲来就来呀、啊！稍等下，稍等下，姐夫啊，我先问你咧，今日来的人是什么款的身份？是一位年轻的将军。哎呀，姐夫啊！那我自细汉到大汉，也莫什么将军唔将军啦。我看这摆哦，你一定输啊。是输也是赢，请人客入来看就知。舅父啊，快来去就好。你是？在下尚武春，奉了朱元将元帅之命，要来参拜老客运先生。尚武春，这名甲人阁十分的速配，只是我从来都毋捌听过啊。在下苦苦小命，当然姑娘会毋知影。啊，那安尼讲起来，你甲我都无熟识咯。嗯，初出来到青田。会当甲姑娘熟识，感觉非常的荣幸啊！真好，一声我稳赢，是赢什么啊？无啦无啦，甲你无关系，将军请，请。阮先上武村参见老先生，免礼，将军请坐。动静。将军来处何事啊？是奉了朱元帅之命，送了一口的宝剑，以及一封的书信，请老先生一句话无？尚将军，请用茶。谢姑娘。上请各社会呈送宝剑。朱元帅因为军事繁忙，无法度亲自上门，所以我先陪同夫人一同前往，而且先行下山啊。啊，夫人呢？路上感了风寒，在夜馆休息，准备明仔载要来拜访先生你。请将军转告夫人，不用如此。先生。你的意思是，客运西瓜返乡就无心光明了，就是朱元帅亲身到位，我也是这句话。先生，你又要搁再提示咯？如果这样，阮先来倒转去，所以用元帅交代啊。我唔是故意要为难将军，这是我心意决定。
将军，你将宝剑带。这无咯，先生，元帅夫人有讲过，伊早就熟悉先生，而且甲这位英姑娘交情非浅，如同姐妹啊。我，你讲丁元帅夫人捌我？嗯啊，捌你，伊佫有讲过，甲你是好朋友。先生，也无安尼死啦，这口的宝剑剑留予贵府，若要摕，就等待明仔载夫人来，你才亲身替予伊啊。这夫啊，既然迄个元帅夫人讲伊捌我，我嘛真想要见伊呢。你的意思是？为滴，咱先把这口宝剑留落来，等待见着夫人了后，若要害伊嘛袂慢啦。先生，听姑娘讲了无唔对，就等待明仔夫人来，你才直接向伊讲。先生，愿生顾体。英姑，八卦真准，你的朋友来啊！也毋过，我想袂起来，我有捌什么元帅夫人的朋友啊？是毋是？明仔载来你就知啦。哎，这副啊，这副啊，你八卦是讲今仔日呢？啊，若到明仔载才见面，嘛无算你啊！这算来算去，嘛是你输啊！明明就今仔日来，怎以为等到明仔载？叫你输就输啊，得阁讲遐尼济。夫人，啊，上将军，你等来信是，请坐。谢夫人。上将军，你等来是不是带好消息到？夫人，我甲舅讲过，我是无能完成这个使命，偏偏夫人又强人所难。上将军，只要你无将批信甲剑摕回来。安尼就是算大功一件。俗语人伫咧讲，强慢的鬼是袂甜。如果老先生也唔肯下山，那嘛无可奈何啊。对啦，你敢有看到英国姑娘？有，那不是迄位姑娘。老先生早就将伊口宝剑一起批信替害我咯。啊，既然也是安尼。上将军对这位姑娘，伊的印象如何？迄位英国姑娘，待人温柔有礼，而且举止阁非常的大方啊。既然上将军对伊的印象袂歹，安尼，代志就好办啦。哦，夫人，你的意思是？伊的阿姐，捌替伊算过命。讲伊将来会嫁予一位将军咯，嫁予一个将军，夫人，这非同小可，请夫人莫甲讲算笑。上将军，你毋免着急，这一切都自有天意。
实在歹找，无着只拄着一个，着留阿少来去海沙波东的雪地，就咱两个，不免问几回，有情人永远会做伙。心碎的爱人歹找，无着只拄着一个，着留阿少来去海。